你为什么不问我关于录音的事情？我和你说过，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自然会告诉我。我也不明白，秦野为什么要撒谎。你是说，是秦野在胡编乱造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默许说。是五年前齐磊出车祸的那天，我和他发生了关系。那天我明明是和霍老师在法楼宫谈事情，所以你才把他约到霍董事长家，和他当面对质。对。那他怎么说？他不愿意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很生气的就走了。那天你真的在法楼宫？难道你也怀疑我在撒谎？不，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没有骗我。说，我知道了。我得马上回趟公司。那你去吧。下飞机，应该跟我说一声的，我要去接你。怕影响你做事，就没有通知你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？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吧？啊，要跟国内一家公司签一个合作协议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哦，谢谢你。我只是来看看我自己的孩子。一路平安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想清楚了，走出去就没得回头了。我听说你收购了 CN， 还得到一些艾莱森的股份。
你做得不错，计划看来很快就会完成，祝你成功。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，能用自己的方式了结这个事情，可以毫无牵绊地完成你的承诺。你放心，我没有忘记我的承诺。白子，我当然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。 对不起 ，Derek， 是我监管不力。陆准说了，他会信守承诺，但您看，还要不要相信他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该相信他？陆准现在是有点迷失方向，那您看，我们是不是要主动一点把他拉回来？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。 你的前男友现在就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会放弃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只要他能回来。我好想他。我想来分不清对错，孤单就找几本小说。 假设那是我，又会怎么做？默认命运不可破，或是反驳。我想我大概是着了魔。越简单的东西越看不破，等候命运的发落，我不是我。 原来很多事只有因果，没有选择，没选择怎么快乐？